儿童合唱团，是由团长王真年、领队邱庆章和指挥林福玉率领，在今天下午1点，搭机飞往马尼拉。他们是应菲律宾的邀请，参加马尼拉市建市400周年庆祝会的表演节目。台北儿童合唱团预定在菲律宾演唱14场。应邀前往马尼拉的还有汉城儿童合唱团和东京儿童合唱团。我国音乐家司义贵、傅聪、郭美珍也将在表演会中参加表演。